来自香港的创作女生陈明喜推出个人全新创作专辑，十首歌从作词到作曲全部一手包办。拥有清新嗓音的她其实来头不小，是香港知名创作人陈少琪的女儿。不过陈明喜坚决不靠爸，全凭实力出击。其实真的很紧张，因为这张专辑我筹备了很久，然后我知道因为我爸是陈少琪，所以我会挂住一个压力，我要做得很好。父亲是鼎鼎大名制作人的陈明喜，外界也相当好奇他是否会承受巨大压力。不过陈明喜也说，父亲的一切督促都是他继续向前的动力。会啊，都叫我减肥啊，写歌啊，为什么你今晚要见朋友不练琴啊，这样。其实他非常对我的写歌的能力他很有信心的，但是他觉得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步。这次发片，演艺圈的天王天后也一起录制 VCR 力挺陈明喜。我会转过来看是一种鼓励，最好的鼓励，因为有那么多前辈帮助我然后支持我，我会反而觉得没原因辜负他们的支持。而知己梁咏琪也特地带着陈明喜2002年画的自画像到场支持，让他好感动。真的很惊讶，我都没想到他有保留，因为我很喜欢画漫画，所以我以前一见到他都会画他，因为觉得他很漂亮。这样，年仅24岁的创作女生陈明喜推出全新专辑，相信一定会备受瞩目。WNews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